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廉啊，我哋今日咧呢、這个神魔 9.1 版本更新咗之后啦，我哋有一个新嘅手操活动啦，就系、是、送呢、這个嗰、那个叫乜鬼嘢系列啦。咁咧喺我隔篱就有两个嘉宾嘅，一个就系 Sunny， 一个就系 Ryan 啦。Hello， 系啦，咁咧就咩啊？你讲咩啊？我系 Ryan， 我系 Sunny 啊，系啦。咁咧，呢个叫咩咩系列啊？三个呢一个玩具精灵系啦，系啦。咁我哋咧即刻事不宜迟，即刻嚟睇下会中边只啦。你睇下你讲啊，你想要边只？你想要边只？五只入边咧，其实我觉得如果以我玩开嘅队嚟讲咧，我就会觉得想要光。但系如果真系讲实际嘅话，我就觉得光嗰只系最垃圾嘅。跟住咧，其次就我觉得。木和暗呢我就必定会放落四风王队，我觉得持续爆发力和防卡心超劲啦。跟住其实水火只要不是光呢，四隻我觉得都有用的，是唯独是光那隻垃圾。好，就光啦。光。跟住其实我比较想要是火属性那隻，真相 3.5 倍。一定是光。妖精界的奥丁。一定是光属啦。你见到白金啊，白金啊。如果他金卡你又怕啊，他说。一抽出来人面了。哇！竟然，噔噔，光啊！你啫，火火啊！我其实就系想要火啊！我头先都话最想要火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呢个画面我嘅画面嚟嘅。呢个就系妖精界，哇，几型喎！乜咁嘅样嘅咩？好得意喎！系咯，妖精界嘅奥丁呢只。咁咧就同大家讲一讲我呢、這个四风王队我会点样做啦？大概就系、是四风王，四风王，四风王。但系呢个奥丁嘅位咧，我就摆住先嘅啫，就代表呢个妖精界嘅奥丁啊嘛。而家你有得放呢只啦。系啦，跟住咧咁精灵女王即系木属性嗰只啦，跟住红心女王即系暗属性嗰只啦，跟住火蛋就可能会睇情况转做其他。唔系火蛋就。要等等先，啲队友啲问题，因为 CD 八最短，就睇下佢玩具系列会唔会有啲 CD 八以下，例如如果光属性嗰只佢转心嚟嘅，咁我觉得应该 CD 八以下，咁又可以弹性啲组合技或者转心咯。你有冇升华？升华火弹未啊？唔系升华火弹会掉多啲心珠，同埋你呢队喂好，你另一边朋友做咩啊？一封网咯，咁咪死得咯，咁咪冇入宝咯而家。点解冇入宝啊？你三隻都不够，你得两隻啫。咩啊？你有冇睇噶？唔系啊，佢同玩佢而家同玩具系列都得，所以唔使摆火弹噶。但系你一隻系红心女王，一隻系妖精女王，妖精女王唔抵。唔系啊，我而家都话我 ideal 嘅队啊嘛，呢个系摆住先噶咋。哦。最 ideal 咪、三四隻玩具或者三隻好啲。你始终有翻一隻妖精喺度，可以开到组合技会好啲嘅。啊，系摆咗系新系列冇组合技。系啊，即系火弹要升，系啊，同埋火弹、其实你咪话升华嘅，其实我一早练晒，但我练晒落其他咯，譬如木弹啊，火弹先最 B， 跟住蜘蛛，火弹先最有用，蜘蛛我 all mess， 跟住光弹我都有练，蜘蛛都 OK， 重点系啊，因为水弹你冇练啊嘛，你唔系练咗水弹冇练火弹，水弹冇啊，我练咗多啲，目光暗咯，目光暗，系啦。我觉得都 OK 啊， okay. 抽到呢只咁嘅奥丁 ，OK， 超得意喎呢只，我未抽到，同埋而家改完版，你睇下上边嗰度粒星，系啊，会唉缺住一粒星，哦，佢侧边嗰啲系咪咩嗰啲咩果嚟噶？侧边嗰啲栗子，嗰啲叫咩咧？榛子果仁，系咪嗰阵时核桃啊嘛？核桃啊，系啊，核桃未剥壳嘅核桃系咪？系啦，系啦，系。黑拉拉我見，不過佢好得意咯，佢個樣係啊，奧丁樣。唉，咁好啦，我哋今次抽卡嘅影片咧就嚟到呢度先啦，咁我哋下一次再見啦，同埋記住訂閱曬我哋三個啦，阿廉、Sunny同 Ryan， 係啦，拜拜，拜拜。